狮子豚今年就留给你种了，你已经生完娃了。我跟妈一起来种吧。这秋天爷爷说可以拿两袋大米，那个谷子，可能有200斤左右。200斤的那个米大米打出来应该就没那么多了吧？那爷爷还自己打的。打出来应该没。200斤的谷子。对。好多鱼有没有？哇哇，哎，那里有鱼，我也好想进去哦。怎么忍不住了吗？把小孩给我了以后忍不住了，脱衣服就是干。灵活的小胖子，现在是早上的9点钟，我们都还没吃早餐的。这两个小家伙还没睡醒的时候，我老爸就已经来犁田了。小雨起床了之后看到我老爸在田里面，赶紧下去抓鱼。我姐姐也想下去，现在她回家去拿宝宝的餐椅，我只能一个人抱着两个小朋友，一个17斤，一个16斤半，这里加在一起30多斤，重死我了。哎，你不换裤子吗？不下去了。太难了，谁让他那么重，可怜巴巴。我们那个婴儿车忘记拿回来了。你说一拿婴儿车他也未必会喜欢坐。重死了，我的这个手都发抖了要。哎呦哎呦，重死了。哎，换人啦。小雨不太会犁田，这个工作还没我做得好。这里你最舒服。我们也很舒服啊，我们这里也很舒服哦。我们在看爸爸犁田呢、哦、飞碗梦啊，紧张的没敢干挖啊。评价一下这个犁田的功夫还有待加强啊。可以上来吗？你呢？可以可以，这个操作很可以。哇，你看太太得了这么多螺丝啊，我们今天晚上有螺丝吃了哦。哦，刚的。不过我们可以吃吗？哺乳期可以吃螺丝吗？不知道呢，你要百度一下。我们这种螺丝有一个我们本地的做法，叫做太阳螺丝。但是我不知道哺乳期能不能吃螺丝哦。啊，这里面是活的是吧？怎么用？还要放到这塘里面去啊？那这样子，我们夏天又可以来捡螺丝吃了。对呀、啊，大的可以吃了，看看再放。那不是还要挑一下呀？到家再挑一下。掉，嘴瓢，到家再叼一点。嗯，等一下给你玩一个啊，你们两个一人一个玩。嗯，进嘴巴了，完了，咽都咽不下，可吐不出来。耶、你去。耶、哎，想抓？哎，你会抓了呀不？抓了。什么东西在动？笑他。给你开荤。嘟嘟。吃啊。你吃不吃啊？你吃不吃？给你开荤要不要？要挣白眼。真的。哎，一只手就提起来了，这是笨的呢，太强了啊！好多年一过年的当个笨吧，过年人都快年了，年了。今天是第二天，已经开始喝奶粉了。哇，我觉得他还是挺聪明的。第二天就能全部改过来了。坚决不让自己饿着，吃完你就吃，对吧？
他很聪明的。是不是感谢小鱼啊，让你每天都可以吃饱饱。只有小鱼才这么狠心，一家人都不狠心，不忍心。特别是我，对吧？不忍心，也不忍心。啊，不要打扰他喝奶了。